这么一包它都是沉甸甸的，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，保质期十天。这个面包呢，它是比较松软的，整个面包都是非常松软的。然后一层是这个奶酪，然后一层是这个紫米，来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料特别特别多。这个紫米，这边是奶酪，然后这边是紫米，一口咬下去真的超满足，而且它一点都不甜也不腻，加上这个面包呢比较的松软，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。